哎呀，这是什么玩偶啊，一点也不温柔，和我的仙女娃娃差太多了。果果，你不要这么说了，毕竟也是超级英雄嘛。但是这也太土了，和国外的超级英雄比就是个垃圾，垃圾就应该在垃圾桶里待着，真晦气。走吧走吧，你瞧他那两腿。